来找的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生爷，他用这一生以来世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，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太海，给故乡念来在他的心中。突然之间，给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祖先的山歌传到亚美，一袋苹果几片，不记记切嘞。为什么啊？你做的工忙啊，还要抢他唔是啊？假什么哦？要切袋苹果哦，很有目的嘞。嘿啊，一见咩就采访袋片嘞。你老多嘞，假什么哦？介多袋苹果，还要着急耶？你让我有看嘞，俺咪看几张哎。哎呦，没啦。嘿，因为啊，吼，去杜氏人家太房天天无非啦，真唔咩嘞？家细妹啊，你都得苹果做同老师哦，今同伊做面站呢。啊，今日得苹果么啊？当然的呀，不过得苹果从天到明，那我才。安尼哦，九爷，你干嘛不要钱啊？啊，无啦无啦，哎，我今日不做位吼。你也不是在讲安多啦，啊吼，你也唔在同一件事情，不用习惯路况啦，哈。给，来同天数啦，哈。给，我看吼，以前终于做冬粉，我想得苹果，今日安不提哦，一天无安多冻呀，我同伊送过去，一片哦，我弄个天数就好诶。好啦好啦，我先去做啦，我好惊哦。是桂芬吗？谁呀？我是想问一下，你的纸伞是从哪里来的？爱心伞巷啊，现在很流行在爱心伞巷里面找纸伞哦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纸伞已经到台北了。君健。
我们不是约好两点，怎么现在才来、啊？我在找停车位啊。没关系，要拖就让他拖，我付完，快点，我跟人家约好了，来。你跟人家约好？你约好什么了？婚纱店啊，这也是我爸妈的意思。不行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志闪已经到台北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谁到台北啊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我求求你，不要现在。君倩，你说要写专访，我也等你写完了。你现在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？我好了，不要说了。设计师跟化妆师都在等我们，走了，快点。哎，君倩，君倩。特平期又无甲伊人工，你跳嘛个太虚咯。做咩甲伊唔甲伊的问题呀、啊？人家吼从暗夜个地方来看特平，就表示啊，伊对特平有意思啊。我想个闺房哦。闺房呀，你嫌讲闺房在总给你闹出啥物啊？也唔系啦，所以感觉伊怪无用个特平长认识个细伢子个呀。也是要让的咯，啊，生意变强的啊。是我想了奇怪啊，遐尼抢卖伊，用我很难好。抢来怎样？抢来干么呀？哎，我遐生意对没一心一意呢啊。哎呦，没无讲嘛个，见怎办咯？咁多人机会，也不是想过。哎，真啊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啦。我听错个声音哦，反正啊，我知道唔同个呀，根本唔是你准备个较好啦。哎，所以小公嘛，夹个讲出来。阿玲可能无输你用那面啦。今年我做定了。哎呀，那你出去帮人闹下面哦。哎呦，阿玲阿玲吼，要做定，不用去继续下去啊。问题是讲。你希望讲落个时间有生人陪到身边，跟人家出去妈妈去看到去离开安尼那样咯。哎呦，你生人这种奇怪，又从来冇变安尼想咯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啦。你看人家安尼正方啊，一到一夜后全部过年过节，怎可能都去搞生人呢？啊，人家就算你好嘞。哎呦，那有眼来比的啦。梦要比啦，只要你想呀，啊！哎，戴平啊，老板老板，下周我们搞么事情嘛？要不两个来行行啊？嘿啦，来先去做嘞，去来吃贵房啊，安尼啊？哦，该阿母家请我吃饭啦？不是想的啦，听阿妈，恁阿婶仔来吃贵房贵的。看咯，你要回去吃饭了呀？雨晴，你要资料我们等好了哦，去搞水果。哎，大平，来通工哦。记啊，今日哦，上水路加肉了嘛，你要生意的哦。外面冻上哦，通记得穷下试试啊。披萨。错啊，喊你打电话喊披萨店。你要贵嘿？你看，你是啥呢？你就感觉隐私哦，因为伊无抢紧隐私。怎样用诶？人拢还会变诶。啊，不过要隐私伞，四种就要隐私伞。当初哦，你太赶紧行也要出事情。另外七个哦，拢伫挨讲哦，不过就要隐秘用诶。
咱做的前途是恁生活跟目标。唔是目标，我有我无感觉啊。有啊，就会做杂的啊，做青岛青岛的杂的，做各式各样的杂的啊。因为种原因，我滴几分钱输好，知道吗？你这么麻烦，你阿妈记错话啊？唔系啦，啊发现到，有青岛人因为也去杂的哦，有条梦想。发现到吼，有青铜人因为也去砸哦，有条梦想呢。我同阿公黄俊宪的事情，你直接讲啊，做嘛你办办办吧。我直接讲啊，阿你无想到吼，因为去砸的，竟然可引出安多的事情。你都在想我讲嘛该啊？也有青铜事情的发生哦。唔免安尼料想的多诶，不如就去接书，安尼谈什么？啊，简单讲吼，只要安尼一家，一直讲一家，还蛮容易做得嘞。莫随随便便哦，做了一个人，就想要改变安尼生命。该用福气哦，就咪也还用诶呀。所以，你看你是啥？莫安嘛，西安嘛。讲你摸我又摸人哦，桂芳，有一件事情我记得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人家都可以讲你，也还永远都不会变呢。阿桂，你疯了你！你就这样从他面前跑掉？这种事情我管不了，我搭下班飞机回高雄。妈，不要啦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。你每次有事情就找我，但是你哪次听过我说的话呢？你不要我回去也可以，但是你告诉我，你跟那男的，郭德平，他叫什么对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跟他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
门没关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你要来，为什么不先通知我一声呢？要是我输了，你一定不会让我来。你说我们彼此已经是陌生人了，可是我现在需要一个答案。该把自己的问题这样扔给你，很不负责任。我也不想介入你的感情生活。其实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我并不是没有感觉。凭良心说，我真的不想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当初我没有离开美浓，也是因为这样。我知道，你有很强的责任感。这跟责任感没有关系，而是不舍得。因为他，那伞上的女人。但是我不懂，他都已经离开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锁住自己，不让自己离开他？其实有一件事情。便是嘴巴说说而已，这么简单。要离开，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其实，我并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。也许让自己依附在一个幻想中生活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会比较容易一点。我不懂。你懂？你不也是因为一个幻想才来到这儿吗？但是你并没有令我失望啊。那是因为你不够认识我。那给我一个机会认识你。我并不想要开始。我想，我们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。我带你去民宿。休息一下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你的伞已经到台北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大家现在都在找做纸伞的师傅是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想跟他们说，我认识你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我现在只想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就算你在台北看到纸伞，你也不需要千里迢迢跑来这边告诉我吧？你一定要让我有自取其辱的感觉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让我面对我的过去，为什么你就不肯面对你自己的问题呢？我现在已经乱了吗？我有逼过我自己去接受啊。你男朋友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见到他就会想到你。我看见他跋扈的样子，就想到做伞的你。我需要一个答案，而你对我是否能找到这个答案很重要。我不能给你任何一个答案，
充其量，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，回去，回到那个男人身边去，又或者是你要离开他，我不管你怎么做，但是你一定要回去面对他，而我只不过是你的借口。我会跟我妈说一声，明天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她。那你呢？明天你会在哪里？我明明知道你会这样对我，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来这里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都是我养我，那么多鸡啊，哪里生活？哎，人家同事一天数几日嘞，账号唔平安啊。反正认可啦。这苹果娘哎，你还没动清楚嘞没？有问题啊，该只黄手机啊，一天有加几日啊？摸起来你也清楚嘛个呀？德平嘞，干你嘞，你就讲一句啊！啊，算了算了啦，外面莫想我提案多啦，你咩唔是同我讲啦？我同你讲哦，我无简单哦，你也清楚同贵房的关系啊，较好滴了哦。我无想因为伢事情啊，落影响到佮啊。搁所以厝诶，阿妈因为吼，阿叔唔敢不愿让人弟吼去来掠米啦。阿叔咧社会规范吼，假使弟去来遐吼，一天比下件事情咧闹啦。哎，今日阿戴拢也不堪面相咧，要买唔得啊？还同阿妈讲过诶啊？哎，唔要做唔得老人家啦，表拢也不卡咧呐。去来啊，系味道唔呢？唔咩咩？戴平哥，你好滴啊？好。阿不早要穿新衣裳哦，说同主啦，讲女人嫌贵，买两件成色呀。阿婆婆关键还是阿先过来啊。哎，你阿娘啊？咋办你娘啊？可能还是这哇。哦。哎，新衣，你阿英嘞？马家军啊。你阿公生意的哪唔错个啦？我来去国税局哦，按摩面子。白谢啦，白谢啦，那钥匙你拿啦。我在干什么？没头没脑的又回到这里。又不能出去见人，人家的态度啊，都已经这么清楚了，我还讨什么人情啊？郭德平，吴佳怡，来啦，先吃点东西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又来打扰了。不用担心啦，德平哦，都跟我说了啦。我是个很任性的女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本来只是想来找一个答案。黄小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哦都很喜欢你，只是我们德平哦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哎。听德平说哦，
其实你在台北还有个男朋友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说哈，你真有好对象的话，你千万不要放弃呢。如果你像我们德平要死心眼的话哦，那可就有苦好吃喽。吴娇姨，你真是个好妈妈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离开了，而且是远远的离开。对了，吴娇姨，你今天煮了板条，真好吃呢。那是因为我今天啊少放了点油，合你的口味啊。快点吃，快点吃啊！妈，好啦，电工海哦，天天都做示范的啦。妈，莫多气啦。啊！咱对面小客翁回来啊！哦，迄啦，去金尾吼，结束吼，转去。德平啊，其实吼，我可能阿细妹会对我，我可能过于唔判断呢。不过吼，你讲迄个来的人，我全出我的先测。是鬼都好个啦，安尼。你要做得像以前一样诶，妈，阿婶来洗洗。德平哥，也有做好诶两米三个。出现嘞嘛？面的咩啊意思啊？还是个事情，还是个处理啦。爱张爱青在摸摸嘞，唔熬着嘛？没事就给他处理啦。嘿嘿，唔做唔出嘛个事情，敢讲嘿嘛？咋唔咩嘞？张爱向坤，你用的用不会比较容易。唔是的啦，今仔出去同阿天叔啦，无得阿走。
生活的不容易，很努力很认真，还有做的过程上会成功。好啦，曼妮，黄君倩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黄小姐，你怎么还没有回去？你三更半夜偷偷跑人家家里，你偷东西呀？我只来看过德平，不要脸！德平哥不喜欢你，你干嘛一直缠着人家？闺房啊，你搞鬼夜啦！你是来跟德平说再见的，是不是啊？从你第一天出现在这里，我就知道你对德平哥另外有目的。桂芳，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。要是我有那样的姐妹，我也会为她抢出头。可是现在，桂芬都已经结婚了。德平也应该是自由的，他的事情不用你鸡婆。桂芳啊，我跟你讲的啦，在那几天吼，他可不跟你吵架啊。那你有什么立场为他说话？既然知道德平永远不会喜欢我，那你又何必担心？一直到现在，德平都不知道我在这里，我只想在离开之前再看他一眼。你又何苦为难我？你跟我一样对他有好感，难道？你会不懂我的心情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谁跟你一样啊？你凭什么要我体会你的心情？桂芳，你又来同王小姐讲话了。戴平哥，你这么早就走，你都在那边好啊？戴平哥，我同意哦，戴平哥。妈，戴桂芳去啦。现在你高兴了？对不起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回去还有一堆烂摊子要收呢。我跟我们家人之间呢，有一种恐怖的平衡。请你不要试图改变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桂芳，她非常需要安全感的。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她。结果，你又出现了。抱歉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出现会让你们家一团混乱。郭德平，你要去哪里？小姐，你要加油吗？叫你冲我摸他，哎，很顺手啊，冲破他啊！
你了，妈妈你这么事的啦，好的啦哈。叫伊生的时候，妈妈感冒就低头，早有几分钟，他的以后在苹果，早有几分钟恐怕，伊还几分钟在位。我老邓太个，怎么注意动来？唔过呀，只有出去阿生妹，可以。阿生你敢唔过，自家倒冇用，阿黑没真正倒冇用啊。哎呦，勇敢哦，妹妹哦，你全身都麻吧？不过安尼哦，电动的太个较像呢。哎，记得嘞嘿，贵妇嘛有离开时机啦，嘛较好生嘞吼，就先留本事啦。啊，还有人看，还太个夏天的时节，秋叶啊，得偏要办转了。迄种事情，咱全部都唔记得嘞嘿。不过得偏个妈来啊。唔免以为得偏个来也好，还做早起转嘛。迄人家吼，实在叫无礼貌的。哇，还是这样，办得乖啦。那干平的事情做遐尼啊？德平哦，伊也无清清采采做讲伊一个什么的，迄挺紧张的啦。无，叫伊，那是德平哥在改变的。几分钟啊，做以后，佮从来就无从听伊讲什么的，又讲又说，就想叫阿什么的出现，佮做变的。给别人弄台风，还会痛一些。桂芳啊，那个伢在平结婚呢，阿新娘唔领，唔要哎。那我等伊，就想去等桂芳去强要。都给时间啦，我看我结婚年吼，应该做应该同伢算数的啦。所以来讲啊，阿希望啊，要痛我就买边，就想约下你。一切都等救，等救。桂芳，桂芳，想我进去吗？那我进去啊。哦，我是讲他。叫你，拜托，唔同阿妈讲哦。无气质，无土量的人，所以哦，也无可能认输，也是没有其他什么的。除非给三年，还够分钱。那你莫想安多啊！你还想来想哦？希望做在轨道以前重要，当作办的事情就莫发生过啊。让我一考。卖地也也怪难，按过时间哦，做得蛮便宜切。阿妹，你几分离开阿爷哦？还算好无诶。卖地也也怪难，按过时间哦，做得蛮便宜切。阿妹，你几分离开阿爷哦？还算好无诶。若无讲伊改变，你无按简单哦，不骗人改变个。来这个咯，除了几分以外，就按最了解个。没想到，刚来，那出可能，莫发脾气哟！吼，你敢骗我？啊！你干嘛就打
君倩，娜娜，原来是你，你来干嘛？我不来行吗？喂，你几天没进公司的、啊？你爸妈打电话给我，要来看看你到底是干什么。娜娜，你还以为你是我爸妈？谁叫我是你们公司的股东之一？别忘了，我同时也是监督人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啊！我怎么能不管？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一个是我世界上的伙伴。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了什么问题，都会影响到我生活。哎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在怪我是不是？我哪敢啊，小凯？你觉得君倩回来吗？废话，他一定会回来。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凭我是刘顺伟，凭你这句话就足够让君倩离开你了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黄君倩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这一次我才发现，原来君倩在我心里是这么重要。好吧，既然你有这样的觉悟，那我就再帮你最后一次好了。嗯，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郭德平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我呢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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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不肯接受我呢？为什找到你要的答案了吗？我去找答案，但是答案却不如我所愿。那你现在可以放弃了？有谁不希望自己身边的男人会是那样的男人呢？君倩，你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虽然他这一次啊，真的感觉到一些事情哦。他知道我会离开他了吗？你错了，顺伟他发现你对他的重要性，还有啊。你要是看到他这几天的样子，你一定会痛死他的。还有，虽然他是个独生子啊，从小就被大家捧在手心上，你能要求他什么呢？
但是他这一次真的彻底发现他跟这些相处模式哦，他也知道他错在哪里，而且他也……娜娜，够了！来看到来这也不考，万一超模冲也会赢呐！妈，你今天是识咋样的嘛？唔免前条路，你想要做乜啊？来去读书，做咩都用福气。阿你遐终身归来，你要喊来去上班，家用不行，安样的呀？君君，嫁给我。